这饺子。饺子，饺子，你蘸的是啥呀？饺子？嗯，蒜黄酱。哎呦，这吃这黄，我们都蘸蒜酱或者蘸醋，你蘸那个辣椒酱。今天我要吃这大饺子。你看那饺子对我笑呢，今儿。嗯。那个饺子，开口了。我喜欢吃它。一会儿的。妈，你不蘸点啥呀？一桌子小泡菜，今天种类多，这个季节的泡菜啊特别嫩。咋样这味儿？好吃。哎，这东西啊，朝鲜族吃饭都不一样。拿了泡菜，把饺子包上再吃。那你直接吃辣白菜馅儿的都好吃。等哪天包个辣白菜馅儿的去吧。嗯。